猪猪侠，我要买这两个奇趣蛋，一共多少钱啊？小蛋蛋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就当我送给你的礼物吧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小蛋蛋，别客气，赶快收下吧。既然猪猪侠这么大方，我也不能这么自私，那我们就一起玩吧。好啊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先拆这个海绵宝宝。哇哦，海绵宝宝好可爱。快打开看看里面的新奇玩具吧。这一半呢是好吃的，这个是巧克力，这个是勺子，吃巧克力的勺子，新奇小玩具，快来看看啦，玩一玩哦。哇哦，是一辆紫色的摩托车，很豪华呢，是惯性车车吧。滴滴，再拆这一个，这个是超级战舰。哇哦，战舰好酷啊！快打开看一看，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快给小朋友们玩一玩！哇，里面能拆到各式各样的战舰，还有轮船，好酷啊！都是可以拼装的玩具哦，拼装玩具好玩又益智。两大包糖果，吃完了糖果记得刷牙漱口哦，要少吃糖果哦，爱护牙齿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好像是飞机。我们要组装一下哦。这架飞机一定很酷哦。好，完成啦。这种样式的飞机，小朋友们见过吗？一张贴纸，小朋友们，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，记得下次收看我哦，拜拜。